今天我碰上个事儿，特别生气。有个粉丝跟我们发私信，说我们家牛肉串买了吧，说我们家做的饭香饼吃，根本就没人吃，更有资格期待汉堡了。你说你让我一个小孩一个饭，为啥还拿我爸妈？你说我爸妈招你惹你了？我就发现你妈妈也不懂，刚才还说我家买了我做饭香饼，我做饭香饼连厨师也不给你吃。想要吃马的窝窝红柿肉，叔阿姨，你们说那有啥难？那玩意没煮水煮肉，还没汤水煮好。啥东西连我看着都看着一遍我都会。好不容易今天我妈没上架，我得好久线呢。那玩意做个眼油炸了，炸不好还炸不赖吗？叔阿姨，你们看着我听点答案吗？我用筷子扒拉扒拉，再尝尝口味好。想拍的叔阿姨、爷爷奶奶们，可以顺便点个订阅，别忘了周六晚上六点等你们哟。